再来，再来，一起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注意高音 so do 很高，嗯，三把位，嗯，对吧？应该怎么样？应该怎么样？还要很大的力量吗？不可以很大的力量，嗯，要小一点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轻轻的，右手，右手小一点力量，嗯，要不然会，声音会很糟，小一点的，嗯。OK， 再来准备，一起。拉松米松，准备，一起。揉弦的时候我这里压力最大，但是我的琴并没有动，嗯，对不对，并没有动，所以如果你只是指尖用力的话，手指尖这里使劲，嗯，你这一点点力量是不会让琴筒也跟着上下动的，嗯，那它跟着上下动了只能说明你的手后面这里力量太大了，所以它会把琴拽起来，这不拽得起来了，对，所以后面还是放松，嗯，好一些，好一些，再来，对对对，再慢一点点，不需要这么快，对对对，好的，没错，是这个状态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不需要快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对 ，OK OK OK， 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嗯，对，没错。OK， 好。那你说明，怎么学？怎么学二胡？怎么学二胡？嗯，视频里面说吗？要不，你开始练习二胡，嗯，你六岁。对，是要说我的经历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一点点，嗯，好吧，那。嗯，我是六岁开始学习二胡，然后，学到现在是十八年的时间，中学上的音乐学院附中专业的学校，然后大学是天津音乐学院专业学习这一个，
然后我的教学的话，现在已经有4年多，快5年的时间了，教了4年多的课。学生呢，年龄什么年龄都有，最小的4岁半，最大的是59岁。